我知道这里的东西啊，但这很明显是在30公尺标志线内的镜头。那要怎样？选罢法有规定30公尺标志内线不能有密录器。投开票所四周30公尺内喧扰或干扰，劝用他人投票或不投票。进警卫人，我就是警卫人员哦。自此，如果你有继续哦。中选会去年就已经强调过了，今年我们补选再次发生，警员还是第一时间都不敢执行，甚至有些人都已经离开了。那些都不是很重要的一些人证吗？你不是要去盘查？我们所担心的是这些人到底是谁派来的，背后的组织是什么？其实这已经牵扯到跟国安有关系了。我在想说，检调、警调都不得不担心，不得不谨慎。所以我就觉得说，第一时间真的反应真的不好，反应真的很差，这认知方面真的有待加强。好，这是本席所要求的，平常的教育训练里面这个部分就已经要加强了。我的名单里面就你交给中心分局啊，给分局管理。我在打勾，你的东西拿一拿。打勾而已，我有什么名单？好你不要乱讲话，我全部是打勾。拿你的东西，你这上面文字记录给大家参考啊。这没有任何名单。一有三而已，一有三而已。你不要诬告，不要诬告，我跟你讲。我没有提告，我没有提告，我没有提告。我们先回派出所。